欧洲国家杯2024金球追踪，带大家翻到去1996年嘅欧洲国家杯赛场。咁当其时咧，英格兰对住苏格兰，有边一个肥仔乜假斯居嚟嘅呢个世界波啊？看似简单，但系挑挑剔剔咧，对于技术嘅含量系相当之要求高嘅，咪搞到一班嘅英格兰球迷咧系欢喜若狂。咪对于加斯居利嚟讲咧，呢一个入球咪可以话系左右脚并用。咪当其时接应队友嘅长传啦，咪首先对面埋到嚟左脚一挑，然后右脚窝里抽射射翻个近柱。我可以话系力度系控制得恰到好处，咪就系咁样啦。加斯距离咁多嘅波，可能呢个都令到球迷最难忘嘅其中一个。